我一样，天生沙发一扯就断的姐妹，进大根油大尾菇，头皮没事爱鼓个包的姐妹，进还有秋冬天干燥一脱衣服就噼里啪啦一顿进的姐妹，进进进，给你们看一下咱们现在这个头发，枯草变绸缎，飞流直下3000尺，说是高端沙龙大几天的同款护理效果也不为过吧？就这个混润柔净洗肤系列的宝藏洗发水，冬天还在和头发掰扯的姐妹们，你们自己去试，真的你试过之后就知道这个混润有多好用了。混润的洗发水呢都是无硅油弱酸性的植物配方，头皮敏感的姐妹们用起来也放心，每次洗啊就挤两包，轻轻揉搓呢就是这种扎实绵密的泡沫，洗感温和的呢就像是给你的头皮做 SPA， 同时呢它还添加了迷迭香和母菊花两种植物精粹，一边调节头皮水油平衡，一边养护头皮，双层吧加持，让咱的发质啊更强韧更自然，再加上混润加这个 AMT 洗净成分，深入清洁，带走咱们头皮里的脏东西，保持发根滋润，真的就是在润物细无声中把咱们的头发给养护好。我一般呢还会再搭配混润加同系列的护发素，给发丝来一层深层滋养，吸收完发丝也是水水润润的。妈耶，这头发就跟泡了光一样，绸缎发也不过如此，一点也不带打结的。就你们看我现在头发的这个光泽度，我真的是一整个爱不释手。然后呢，我还从我闺蜜那边种草了混润的沐浴露，因为现在秋冬季啊，我的皮肤一个不注意就会干燥起皮，它里面的植物精华和维生素 E 保湿精华呢，就可以维持皮肤的水润度。我每次洗完啊，这个皮肤呢就跟那个剥了壳的荔枝一样滑滑嫩嫩。这要不是因为天气不允许啊，我是真想把我那些吊带给焊死在身上。多的呢，咱也不多说了，饭都喂到嘴边了。你确定这能忍住不冲吗？